诗篇130篇5-6节。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我的心等候主，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继续赐政府有智慧，使每一项防疫的决策都能够使国内的疫情受到控制，杜绝蔓延的可能，也使民生物资稳定来供应国人。更求主赐下平安，在世界疫情蔓延、人心惶惶的时刻，使主你的百姓懂得回转寻求主，得着平安的源头。亲爱的主啊，面临着四周的全程隔离，已经走到了后半段，求你继续赐给我们喜乐的心和积极的灵，求主使用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，以喜乐的心来面对生活，来改变环境的低迷紧绷的气氛。也求主赐给我们在生活中继续有祷告的同伴，能够齐心来祷告呼求。亲爱的主啊，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心要与你来对齐，我们所等候的不是黎明，不是封城的结束，我们等候的是主你自己。主啊，我等候你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你的话。我的心等候主，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主啊，愿你亲自对你的百姓说话，愿你亲自来陪伴我们，引领我们度过黑夜，直到黎明的来到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的名所祈求，阿们。